情侣，你们在交往？你好像很会照顾人，应该很多人喜欢你。你会介意吗？我为什么介意啊？苏丹丹男朋友，家里是自己人，苏丹女朋友。也行吧。我们又不是真的情侣，难不成是真的在跟我告白？我那天是认真的，在跟你告白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甜恋爱时刻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你干嘛？被看到会怎么样？这个渣男不值。打得好，做得好，我毫无批评。我不支持打人，但我支持阿玛。阿玛说我是对的。嗯，我真的蛮希望你跟云总搞个暧昧。要是真的喜欢的话，叫你必须厚脸勇敢。你对我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吗？我很喜欢你啊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甜恋爱时刻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